魔兽，魔兽周日凌晨十二点，啊，还有周二凌晨十二点，周三凌晨十二点，这三天魔兽啊，这三天凌晨是魔兽世界啊，哎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喷子啊，再把喷子拿去卖了。您看这个眼熟吗？大块晶石，安吉，安吉卖掉。绯红玻璃杯，银戒指可组合。啊，安吉小姐，安吉小姐，哎呀，瓷娃娃是非常受欢迎的。狙击子弹，嗯哼，手枪子弹，榴弹、闪光弹，榴弹我们要不要去拿一下？啊，榴弹很近，拿的话也可以拿。期待试试它的威力吧。买点雷。我感觉我要不要榴弹，榴弹都无所谓啊，不要榴弹了啊。嗯，这个卖掉好了。散弹枪子弹全卖掉。好，嗯嗯嗯，您要是找到其他好东西请告知我。没有，没有进错存档啊，这个没有进错，没有进错。嗯，爆裂弹，那如果拿榴弹的话那就拿一些榴弹哈，改造武器，把武器升一下级。对，正好我有十万块，我正在想法子消磨时间。升级这个手炮，我的手可比看上去更灵巧，就升级伤害就行了啊。他这个所有的武器我们只需要升伤害，射速、装弹都不容量，都不重要啊，就是容量跟伤害是最重要的。弹容量跟伤害，就是玩任何这类型游戏啊，就是求生类的游戏，一定要把弹容量跟这个伤害啊给它拉满，其他的不重要，你点其他的就是白搞。你本来在闲的时候，哎，这边好像有，这边好像可以拉上来啊，这个井。对，这是游戏理解问题啊。哎，木雕动物，来，这个是个好东西啊，这是个好东西，我们来组合一下。啊，不是没钱直说啊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，知道吧？木雕动物组合一下，来组合成黑羊啊，这两个零件组合成一个啊，它卖起来它就更贵了啊。如果是零件的话，它只能卖个两三千，我这样组合一下可以卖四五万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是。你看，一万五，对吧？这东西值。它组合一下卖起来，它就贵了啊。然后这个时候我有八万九，我们再升级一下这个手炮，把它威力升到一千九。威力升满了之后，一颗子弹它顶两发，它不香吗？啊，射速跟装弹速度有什么用呢？嗯，没有必要啊。嗯嗯。再升一级的话有九万四啊，我再去搞点钱。呸！祝您冒险愉快。啊，末日过一段时间再玩，我都说了啊，你们先沟通好，水友们啊，不要捣乱啊，捣乱我就不玩了。不捣乱我就玩。
我过去拿一下榴弹，榴弹。好像榴弹就在这里。服了，家里能不能不要随便吐痰？我没吐痰呢。他说就算吐的话也吐垃圾桶啊。哎呀，这是我家，你不要管我啊。对呀，你们看你们的，不要管我呀，管我干嘛？哎，不对啊，我这样翻过来。那边怎么过去呢？下面我下不去啊！等一下哈，好像就在这。这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边好像有四只鸡啊，有鸡有鸡。禽类，家禽，这边过不去。啊，水井，有个水井，装这个转盘。工坊。然后从这边爬过去，就可以拿到榴弹啊！它自动回收啊，自动回收。榴弹，从这边过来拿榴弹。啊，就在前面，嗯。这个房子里，走一步看一下地图，那地图肯定要看一下。那不像有些人，他地图看不懂，他打开之后，他假装看，他以为假装看得懂。我是能看得懂，所以我走一步看一下啊。Happy Birthday， 270917，270917。27，09，就是17年，27，09，17，17年9月27号，
开，嗯。哇，钢铁神鹰，我操！高容量弹夹 F2 狙击枪啊，这个拿了卖钱的，这个我没有带狙啊。钢铁神鹰，这榴弹好像不在这卖啊，榴弹好像在小鱼仔路上。小鱼仔，那我们去打四大天王啊，四大天王之二。嗯，从这边过去吧，走。这个是生化危机八啊，末日过段时间，我不说了吗？这还刷？你说我回你呢，还是不回你呢？啊，都回你了，你还在一直在刷？小鱼仔是那边啊。四翼胎儿，嗯，你他妈搞什么玩意儿？过哟，过哟！残缺的石板，这个石板有啥用？这个石板拿了之后。这个石板，我用不了。解锁人偶师的宝藏哦，有一个精英怪 boss 打不打？宝藏 boss 打吗？一个精英怪，就在这边。打了爆好东西啊，经验值高，爆钱多，爆钱。爆钱我就可以升级，升级我就可以变得很牛逼。绿金矿，大锤啊，我打不过，看好了啊，哼，你们可不要被我打脸了啊。这个怪它有 bug， 跑远点它就不追了是吧？我们 bug 都被你们研究出来了啊！你们可真聪明呢。哎，羊，两块瘦肉，一头黑羊。就在这个宝藏，哟！哎我操！哦哟！我还以为多屌呢啊，不过如此嘛，巨大结晶战斧啊，拿到啊，不过如此。拿个机关枪出来搞一下，嗯，这什么垃圾东西。哎，宝箱没拿好像啊，宝箱没拿，这里有个宝箱。
宝藏。残缺的石板装上。贝伦加里奥的器皿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很值钱吗？这个卖起来，我看一下啊，卖胖子去。卖波钱，看能卖多少？名气。还有点文化是吧？哈，那肯定的。哎呀，没有文化做什么主播呀？没有文化做主播不嫌丢人嘛？对不对？一个黄金鸟笼，我一看它上面就有东西啊。黄金鸟笼，我来把东西卖一下。您想要些什么？来看一下价格啊，巨大结晶证，哇，3万块。四大天王，第二大天王才28000，他一个斧子3万块，看到吗？绿晶石值钱，银戒指，女神木雕，项链，钢铁神鹰14000，18000，72000。哈哈，突击步枪没必要升级啊，我们就攒钱升级这个手炮，攒钱升级手炮。你看，我们算一下这个突击步枪威力250，什么意思呢？等于说我打10枪，我不如用这个手炮打1枪，我1枪1900的血，1900的血啊，那太恐怖了，这把枪我操，太恐怖了。1900的血，一般的普通手枪啊，如果用普通手枪打的话，其他好东西请告知我。普通手枪是1枪100滴血，但是我这把枪1枪1900，而且刚才还是爆头双倍伤害，打那个 boss 打特别快，然后再丢了3颗雷，几乎来说就是直接秒杀的。爆头双倍伤害3800，是吧？我升级了伤害，不是手枪升级的话，初始手枪，这游戏初始手枪你升级的话，你就算升级了它也只有200伤害。哎呀我操，我操，我的腿，我的腿，好了，我腿要断了。他妈装什么逼的？装逼啊！我装逼啊！装逼爆头！啊！一炮1900，爆头3800，爆头3800，我操！野兽结晶来，偏要逼我用大炮，还有19发大炮子弹，没事慢慢搞。我这一枪过去打得他你妈的在地上爬滚。值钱呢？不是难度低了，这枪伤害太高了。你们可以算一下，我这枪爆头一次等于手枪爆头20次。20次爆头才有我这枪的一把枪一颗子弹的威力。
是这把枪太变态了。哎，榴弹满了，榴弹满了，等一下，一个位置啊。哎，好了，榴弹。这榴弹我们也不需要，我觉得我也不需要，也可以要。啊，它也可以要。这个泡泡的话，好像用东西把它搞掉。这个泡泡啊，这下面有鸡啊，过去把鸡搞了，过去搞鸡。这四大天王，第三个天王鱼。你们到时候我们四个天王全打完了之后，你们可以评估一下四天王的实力啊。这可以关门，可以不关啊，我没必要关门，我已经无敌了，我关什么门？谁都不怕啊。生锈零件。这个好像要用曲轴吧？曲轴我有吗？哦，没有曲轴我就打不开这个，打不开这个我就拿不到这个鸡啊。那行吧，那我上去杀那个小鱼人，小鱼仔，把小鱼仔搞了，然后再过来搞鸡。不对。他好像是要往下走啊，我都往上走了。过来把这个门开了，这个门好可以开。沿着河道走。对，接着昨天的，接着昨天搞的这个事，昨天是第二大天王，四大天王第二个。今天是第三个，我听到一些古怪的声音了，周围可能有东西。这游戏叫《生化危机八》。你们泡泡可以打掉，这边特别恶心啊！有密集恐惧症的就不要看了啊。四大天王第三天王他就是这样啊，有很多包啊，身上有很多包，贼恶心啊，贼恶心，密密麻麻的，有好多眼睛。这有两头黑猪啊，
把两个黑猪打掉啊，再有这个猪肉啊。这边是结晶，我们需要找一个球。传个岛。这个是磨坊，我们先下去看看。这个天王不弱，我之前打他，我死了好几次。打丈母娘没死过，人偶师也没死过，但这个我死了好几次。只能说打得弹尽粮绝，最后一发子弹都盖他头上了，我操，都是打不死啊。我说我第一次玩人偶师没死过。我被这个 boss 咬死很多次啊，这个 boss 变身之后实力很强，实力很强啊。丈母娘跟老婆都被我干死掉了。钻过去，这个就是四大天王之一，第三天王小鱼仔摩格啊，拿到我们女儿的双臂。玛瑞达妈妈，我会为你做任何事。看得我呆住了。这个东西我拿走。我拿走。等等，你要对妈妈的重要孩子干什么？孩子不是他的。你想问什么吗？妈妈的重要孩子是什么意思？妈妈想要她的孩子回来。少来这套。等，求你拿走的话，他们会笑话我的。可。要是我做的比他关我什么事？那个，再等一下，求你。有什么好笑的？你个傻瓜，话太多了。结束了，我把入口堵住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的地盘，我不会让你离开的。混账！堵不住的，别走，这样子。我才不会给你，走，也不给。怎么才能出去呢？哈哈，哈哈。这个大宝箱啊，这个宝箱还不好弄啊。你们不要看他这个样子，他很强的，很强。这是有什么东西小镇会变成这样？四大天王加母神米兰达，这个可以说是生化危机前传。这几个都可以说是 T 病毒的母体啊，母体。所以传染性跟那些小僵尸都不能比啊，跟那些生化危机后面的
小张生是不能比的，都有自己特殊能力啊，超能力。生化危机八，它虽然是第八部，但是它是前传啊，前传。我要找把钥匙啊，钥匙在哪里啊？钥匙在洞里，船钥匙在洞里吗？第七部那个爽，我说实话，第七部没有第八部爽。第八部比第七部还要好玩很多，真的。第八部、第七部是这样的，也是第七部、第八部都是这个主角伊森。第七部是相亲相爱一家人，就是老婆被三个大汉抓走了，失踪了两年，所以说我们主角去找老婆。然后第八部呢是找回了老婆，老婆怀孕了。老婆怀孕了，生了孩子，但这个孩子呢又被他们抓走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过来救孩子，老婆被人烧死了，两个连在一起的。不对呀，我操，钥匙呢？哦，第七部类似于恐怖游戏，第八部的话类似于怎么说呢？反正第八部玩得很爽，第七部玩起来不爽。混蛋，这边不行。没有啊，没钥匙啊。钥匙在哪？你们能帮我百度一下吗？百度一下这个钥匙在哪吗？子弹，哎，好像在这，好像，哦，这边，应该是。应该就在这里面。看你们要不要我剧透，我剧透的话我就给你们讲更多啊，要不要剧透啊，观众朋友们啊，稍微剧透一下啊。要是吧，反正也都玩到这了啊。来，小艇钥匙来了。这个怪必须我用这个手炮给他解决了啊，不然太难打了。爆头3800 ，OK 解决。我操，快死了！我操，伤害那么高吗？完美骷髅结晶。
剧透就说，其实我们老婆早就死了。我们老婆是谁呢？我操！这一斧头刚好扎到我的心上。你他妈！我们跟谁生的孩子呢？这孩子为什么那么重要啊？跟谁生的孩子呢？啊，你们自己猜嘛啊！其实老婆早就死了啊。反正就是跟呵呵主角早就主角死不死？他是不是说死不死？他死不了，主角他死不了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知道吧？主角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他自己就没有想过，正常人手断了，他能拼起来吗？能用胶水给他粘起来吗？他没有想过，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啊。哎呦，差点把我抓到了。你看为什么这个母神米兰达啊，这个最开始这不让四大天王杀我们主角啊，你们想想看为啥。我个人觉得啊，在一起两年多并且生了个孩子，稍微有那么一点感情吧啊。跟他生，毕竟跟他生的这个小孩，这个我们女儿，我们女儿才是生化危机的最大 boss。 哦，米娅生的，不是米兰达生的是吧？哦，我还以为生活了两年呢。宝箱捡不着，那个宝箱捡不着。哦，这个小鱼仔，那是什么？但是米兰达为什么就是被我们主角搞了一次之后啊，米兰达就觉得，那米娅去哪了呢？老婆去哪了？为什么不杀我们？可能被我们主角搞了一下啊，觉得很舒服啊。忘记了，我忘记老婆死没死了，等我看结局就知道了。可能死了，可能没死啊！我已经忘记了。这是一个研究站之类的。研究站？他们在这里搞什么鬼？你这谁啊？特种兵 ，BSA。给我老实一点 ，Ethan。说实话，我没想到你能到这里来。哦，克里斯，生化危机的主角，万一主角之一啊，克里斯。万什么一啊 ，Chris， 你杀了米娅，现在轮到我了，你杀光了。他们射的不是米娅，射的是米兰达啊。报告队长，外面侦测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摇晃，我们必须走了。怎样的摇晃？什么引起的？不明，不过估计因为我们在这里太久了，被米兰达察觉了。喂，你刚才说米兰达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别管伊登，这不是你能应付的。样品分析的结果怎么样？肯定与霉菌有一定的关系。霉菌，这个霉菌很关键啊！你别叫我进来，伊登。叫我什么？小心！别过来，小鱼仔！你出口在水下，
你完了。没时间陪你玩。太迟了，麦瑞德已经在准备仪式了。麦瑞德派你来拖住我的，你真可悲。别这么说我，这不公平。我才敢和他在一起，不是？他吃醋了啊！他知道我们搞了米兰达啊，他吃醋了。所以我们主角还不知道。你这是有毛病吧？我再也忍不住了。妈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我操！我赶紧走，他妈的要撞碎了。我们要想办法去水下，肯定要把它解决一下。在水里的话，肯定做不掉它。要想办法把这水抽干，抽干之后然后就把它干死。怎么办呢？这个小鱼仔变身之后其实实力挺强的啊，在四大天王之中我给他排第二。他敌国出口在水下，要是能抽干这水啊，妈的，水坝！现在要想办法通电，把这个水坝的水放下去。嗯，谁在笑？商人，我操！你他妈哪都有你。无论是哪个 boss 啊，碰到这个商人都害怕，都不敢见他。正好我正在想法子消磨时间。东西卖一卖啊，请收。升级一下武器啊，个手炮 PZ 给它升级一下，威力升到2300。我的手可比看上去更灵巧。哇，115000升级到2700的这个伤害啊，等于说我现在打一发子弹，等于说机枪打10发才有打一枪的效果。下次再会。不行，买点子弹，买点子弹。子弹不用买了。这么快就要走了？水闸门房。从那个门出去。从这个门。对了，这边就开水闸。来，转一下。为什么商人？我操，断了！为什么商人有电啊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人很神秘，也不知道他什么身份啊，反正他就挺屌的。那我得去拿个把手才行，想办法去搞个把手。这个商人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四大天王的结晶啊，这四大家族、四大贵族、四大天王结晶，
我所有把所有天王杀死都有结晶嘛，结晶然后再卖给这个商人，他会给我枪，给我升级什么的，他主要目的是这个。这边还有好多鱼，这边可能很容易死，这边很麻烦，很难。哎呦我操！快点！可不想变成鱼饵。不对啊。怎么不掉？哎，他怎么不掉啊？他哪边还要打一下？我没看到啊。黄色板子呢？没看到黄板子。在哪里啊？在这。看不到，榴弹炸都没用。你们别说眼行嘛，你直接说在哪里。哎呀，这要打他才行啊，才能过去啊。那为什么在哪里打他？说这些没有用的，我真不知道。哎，按错了。哎，在哪儿啊？走到最前面了，走不过去啊，这边也没有。我操，在这！我操，终于掉了，能过吗？哎呦！榴弹。推一下这边，妈的！哎，在哪呀？这边推车，通电。啊，真丑！哇，上面全是蛆！我操，还。
你不是玩过了吗？哎呀，就等于说你半年前套了个女人，你知道套她啥感觉？半年之后你不套了。马格南子弹弹药箱，哎呀我操，快走，我操！推车！这边推一下。小鱼仔要吃醋了，干掉我是吧？他自己干不到这个米神布兰的啊，被我干了。他很烦，干我呀妈妈，那叫我干他还叫我妈妈。我这就下来干你好吧，我来搞了啊，钓到一条大鱼，来这个船上，有了，快走，这个塔上他应该上不来吧，打掉锁，合成弹药啊，榴弹，小鱼仔啊，曲柄，拿到曲柄了，曲柄，这可爬不上去，怎么办？爬不上去，然后没子弹了，爬不上去。门变形了，该死，打不开。转。哦，这样可以了吧？F 互动。你们在教我做事啊，我不知道，你不要管我，你看你的，不要管我，钩锁，我操，你他妈你个畜生，连你妈都吃啊，你是啊，今天我就要把这个不孝子给他杀了。等一下，对呀，你们看你们的，不要管我呀，管我干嘛呢？对呀，
好了，好，通电 ，OK。抽水。下面左边是蓝色、蓝、黄、蓝、蓝黄、橘色、白色、蓝、白、黄。蓝。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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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橘白。嗯，没错，上下反了吗？不对吗？是啊，没错啊。没错哦。跟来抽水。很棒，棒棒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主播的游戏理解真是顶级啊！哇操，你们说你这个观众说话真好听，来，房管给他个粉钻，说话真好听。对，这是游戏天赋、游戏理解问题啊。顶，不愧是顶级的。会说话就多说一点啊。我整个烟，谁呀？这商量在干嘛？啊，好的，好的。私房厨，做一个传统炖肉，永久提升生命值。禽肉不够，瘦肉够。鱼肉跟禽肉提升少量生命值。本人精通改造各类物。日安，日安。没水了，这个小鱼仔我就随便干了哈。好，啊，严禁讨论低俗语言话题，请主播整改。啊，啊，随便打了啊。
高容量弹夹 M1911。来把他搞死啊，把他打死。这边如果没有躲到这个屋子里的话，就会被这个酸雨淋死啊，就会淋死。先铺三颗地雷，无论他从哪边过来搞我，他都搞不了。一颗，哥。两颗。三颗。狠不狠啊？混蛋！救救我爸爸！啊！摩罗结晶啊，四大天王啊，第三个解决啊，这第三个四大天王了。我们现在最后一个天王，万磁王。万磁王的实力是他们四个人当中最强的一个啊！哎，你在哪边？子弹还没捡啊？我操，这次砸的好快！废话，专业的专业埋雷，我是炸了他多少次，他能顶得了吗？我随便搞他。嗯，这有一颗，看应该还有子弹之类的啊，我已经没子弹了，好像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我们走吧，搞下一个。这个结晶真好看，你们还要再看一看。这个结晶真好看，我操！游戏生化危机吧。生化危机吧。Ross 的瓶子 N 次啊，这个就是他的。这家伙活着，这是小鱼仔的儿子。获得了一个双翼钥匙，可以组合一下。
与四亿胎儿钥匙组合，六亿胎儿钥匙。你做的比我最后一个天王，万磁王。你是谁？喂喂，海森伯格，才见过的呀。最强的一个。无所谓。你就是最后一个拦路的混蛋，对吧？有斗志吗？好样的，伊森。等你找齐了四个瓶子后，打算怎么做？你想玩什么花招？我可以帮你。现在想装好人了？你算老几？你没用的话，老子照样会杀你。这是这个四大天王之首想把米兰达给他搞死掉啊！有一个据点，去那里给我找到瓶子，做得到。现在要跟我们联合搞米兰达啊，但是看同不同意啊？给我回到墓地去。自大狂，他很有想法，这个啊，跟其他几个人不一样啊。一起搞那搞不了，一起搞。六亿胎儿，它是 T 病毒契合度最高的吧，所以有这个万磁王的能力啊。啊，这是《生化危机》前传第八部，但也算前传。这个每一位这个病毒的母体。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跟 T 病毒有关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他 T 病毒他这个东西啊，你契合度不行，你就是个渣渣，一个肉便器啊，不一个小僵尸啊。然后如果你契合度很高的话，你不但有超能力，而且你会进化的更完美啊，就会成为更完美的人类。你契合度中等的话，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怪物啊，类似于各种精英怪啊，精英怪什么的。所以他们几个都不是一般人啊。这个东西电影里面，那个《生化危机》电影里面已经讲过了啊，那个爱丽丝啊，还有威斯克，爱丽丝威斯克，这边后面好像有一个摩罗的秘密武器啊，就是这个四大天王第三个秘密武器，我们上去看一看啊，可能有宝贝啊。人鱼宝珠啊，我们拿到宝珠了。翅膀结晶，一个结晶2000块啊，不要白不要，做点子弹吧，子弹不够了，子弹有点不够。做点手枪子弹。这边全是小狼人，我把握不住啊！我能不能把握得住，等会你就知道了哈。哎呦呦，我操！吓老子一跳！
偏要跟我瞎搞是吗？跟我瞎搞。门从另外一边锁住了，好像有人在里面啃东西啊。啃东西，啃东西。M1851，狼毒。哎呀，背包空间不够。这个东西等我拿了卖钱，等一下啊，我把背包调一下。不够，哎，不对呀，我调过了。哦，还没搞好，他四个。狼毒，这是把好枪啊！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，这是把好枪，我有更好的。哎，狼崽，大狼崽，大狼崽爆头，大狼崽爆头，四连爆头啊！一枪2300，爆头4600啊！四枪爆头10000多伤害，他都顶不住，直接给他吃掉。对，因为他这个枪用的是马格南子弹，子弹比较贵啊。我这把枪威力比他的，你们等会给你们看，给你们解释一下啊，不然你们可能，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这样。等会找个商人给你们看啊，我马上就去杀鸡。谢谢花里胡哨送的本魔法书，大气啊！谢谢花里胡哨。啊，先过来搞鸡，把鸡搞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做饭了啊！做饭可以永久提升生命值了。过来搞鸡。啊，这是《生化危机前传》啊，克里斯现在很年轻啊，他只是留了胡子，那不是老。啊，过来搞鸡。搞了两只的话两块肉。这个上面上去的话好像还有宝贝啊。来，这边有个小宝箱。割血石。很值钱呢。好，然后再从这边上去。这边的爸爸叫我爸爸。哦，这边门突然开了。
洛斯等着你呢。不行，哦，羊。中，还想跑。跑，我肯定不让你跑啊。来，过去上面搞一下。嗯，来商店消费。那对不起。翅膀结晶，野兽结晶20000，摩罗结晶40000，割血石可以之前可以组合，这个就先不卖了啊。散弹枪子弹全卖了吧。这是 Moreau 大人的，这就是我给你们看一下马格南威力1700，而且要用马格南子弹，马格南子弹特别稀有，几乎没有啊。看一下我这大炮威力2300，而且它只用狙击子弹，特殊武器手炮 PZ，所以把这个马格南直接给它卖掉啊，两个零件卖了。手头紧吗，伊森？这个卖6万。别担心，您可以把武器买回去。榴弹，嗯，榴弹可以先留着啊，还行。小店进了些新货。再升级威力，升到2700，这种简单的马上升到3200，我操，14万，我操，3200啊，嗯，这多变态啊！这我这手炮，榴弹不卖，榴弹我要用，来再做一下这个传统炖肉，永久提升最大生命值。再接再厉，太谢谢了，该下厨了。给您，请吧，一起吃。祝您胃口大开，传统炖肉，我操，永久提升生命值。我想再吃一次。还有插一个优质鱼肉或者特级瘦肉啊，然后提升移动速度，永久降低格挡受到伤害大量。还有这个移速很重要啊，这个鱼的话，优质鱼肉，鱼的话在哪里炸？我等不及看到下份食材了。好像有一只非常大的一只金色的鱼，打掉的话可以提升永久移速。金色的鱼啊，这个是生化威击八，先存一下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我们就明天再玩，明天玩这个游戏的四大天王最后一个，还有母神米兰达大结局，明天我们整整大结局啊。想明天看大结局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，不然明天我们看不到了啊。明天大概也是这个八点钟开始，好吧，大结局，明天大结局啊。今天就玩到这啊，我们下个游戏，我们准备下个游戏开始玩狂鸟飞车去啊，明天大结局。